我的意思也不是说我多高级，他不就是一个扫地的吗？我说错了吗？哎呀，停！你不就是一个来喝下午茶的吗？宗佑任觉得他自己活在电影里，哎。宗佑任觉得他吃个刚吃下午茶，他就是香港的富太太。我也不要你赔，你给我擦干净了。哎呦，这个姑娘脾气好火爆啊！今天就是不让她给你擦，你就不能这么欺负人？我没有欺负她呀。你的确是在欺负人。